大家好，我是新红，今天带两个孩子来烟台海昌鲸鲨海洋公园，带他们看看海洋世界。刚一到门口就这么多鸽子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看这样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啊，那个鲨鱼咬人吗？肯定咬啊，你可以看上面的介绍，这个上面全是介绍，你可以了解一下。姑娘往后来，看这上面全都是介绍，你就了解这个鱼了。它不咬人，它不可爱的。妈妈，你看那个水母好可爱。是真的睡着了，工作人员刚才跟我们讲说他睡着了，就是这个姿势。那叫什么？海牛。海牛。活着呢。他醒了，他醒了，他醒了。醒了，你看，不是假的吗？啊，刚开始他以为假的呢，他以为摆设。他活了。他开始了。他活了。他到底睡觉了。这里边合影是收费的。他那个大鲨鱼，老大老大的了。有的植物它硬，有的软。你看往出，你看往出冒的，看。然后上面这个是小丑鱼，在那个地方往出冒的这个鱼，像蛇一样。这个是什么？不仔细看，咱们以为看这个小鱼呢。那我们问一下。它是益康极鳗。哎，这个出来了，啊，没出来，没来没。它是不是喜欢在那个沙子里边啊？像泥鳅似的。两种颜色，哎，这个鱼好漂亮，双色草莓。你看下面这个泡泡的叫什么？叫气泡。这个在动，这个是什么？海参吗？气泡珊瑚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海参吗？不是。哇，这好长啊！像海参。啊，你看那个鱼，姑娘，不，你看花袍子一样，你看那个鱼，你看，看见了吗？都不仔细看，看不见它。哇，看到了。我发现了，这俩孩子对大鱼不感兴趣，对这种小鱼感兴趣。想养不想？行行，养不了。草莓，我好想抓一只。行，咱们说小丑鱼可爱。啊，这个也是彩色的，漂亮吗？是彩椒鱼，好漂亮呀！你看这小黄鱼，它是海螺。黄狐狸。这里边的鱼都特别恐怖。这里边的鱼长得好看了吗？好有特点，大眼珠子。哎呀，换下一个地儿，咱不去了。